在上期节目中，郁大华教授介绍了英国统治集团震惊于清政府的虎门销烟，下定了侵华的决心。一场史无前例的特殊战争——鸦片战争，已经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可以说，鸦片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罕见的不道德、非正义的战争。对于清政府和中国人民来说，则是一场民族自卫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究竟是怎样爆发的？英国侵略者派出的兵力情况如何？战争中双方的第一次正面冲突的地方又会在哪里呢？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继续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道光与鸦片战争第十一集，如此退敌，敬请关注。从1840年6月中旬开始，英国远征军陆续抵达广州海面，英军有16艘军舰、4艘武装轮船、28艘运输船、540门火炮，兵力是3个团4000人。军事方面，由海军少将乔治·义律负责。对华交涉，由原来就在广东的那个，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负责。这两个人啊，都叫义律。6月28日，英军宣布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了。当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大多认为广州应该是英国人的首要打击目标。因为对华作战的借口之一就是英国商人受到了这里官吏的迫害，并蒙受了损失嘛。但是英国人偏偏放过了广州。6月30日，英军就留下4艘军舰对广州做象征性的封锁。其实这种封锁啊，完全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不是海洋民族，我们也基本不出海。啊，他们留4艘军舰在这儿封锁，那么其余的军舰啊，就向中国北部沿海开去。事后证明，英国人的这个决定十分聪明。为什么呢？对于任何一支远征军来说，为了保证军队的士气和斗志，首战都非常重要，必须得赢。但是英国人偏偏没有在广州取得胜利的信心，因为从地理条件上看，要想从海上进攻广州难度较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进攻的过程中啊，要通过那个喇叭状的珠江口逆水而上。军舰在这个过程中将处在两岸炮台炮火的射程之内，而且越深入水面越狭窄，机动困难，回旋余地小，很容易陷入被动。而且在中国沿海各地，广州的战备最为充分，林则徐加固炮台，增设炮位，招募水勇壮丁，在主航道上设置木牌铁链，防卫力量已经今非昔比了。相反，不打击广州，而是尽可能把战火烧到离北京近的地方，不仅胜算更大，而且对道光皇帝的压力也更大。7月初，北上途中的英国舰队途经舟山，英国人一直对这个地方情有独钟，他不大看好华南地区的广州。他们认为中国的有经济活力、有经济潜力的地方应该放在长江下游，
所以马加尔尼当年就跟乾隆皇帝要舟山里面的一个小岛作为对华贸易的据点，但被严词拒绝。现在他们终于选择了舟山的重镇定海作为攻击目标。7月4日下午，英军向定海知县送去了最后通牒，限他一天之内交出定海，否则攻城。定海知县和总兵就像听到晴天霹雳一样啊！本来他发现定海来了这么多英国船啊，他以为是英国的商船呢，啊，可能是迷航了，或者是怎么就到了这儿？这可是一个发洋财的好机会，啊，本来还心里边挺高兴，结果，最后通牒送来了，啊，那怎么办？顿时就手足无措了，但是，仍然拒绝了英国人的劝降。第二天下午2点，英军开炮轰击定海的炮台和水势，就用9分钟的时间就击溃了水势船只和炮台的这个反击。随后英军登陆并查看了清军的炮台，其中发现了一门洋炮，西方铸的啊，铸的一门铜炮啊，那上有铸造的时间和铸造者的这个姓名，居然铸造时间上写的1601，也就是说这门炮啊已经铸造了240年了。这使得侵略者对战争的恐惧一扫而空啊，然后蜂拥着冲向定海县城，守城的清军早已经跑了。定海一战，知县自杀，总兵阵亡。英军占领定海县之后进行了大肆抢掠，定海县县城成为一片废墟，而英军并没有在定海停留，而是继续北上。1个月后抵达北京的门户天津，并驻扎在天津白河口外的大沽口。前线的战况雪片一般飞到了道光皇帝的身边，一时间让这个平庸的皇帝束手无措。如果说战争开始时由于战场是在远离北京的广州浙江一带，道光皇帝还不以为然，确信侵略者尚不足以成事的话，那么此时道光皇帝又该如何面对已经打到家门口的侵略者呢？那么当英军抵达大沽口的时候啊，道光帝可感觉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了，因为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啊，这两个城市相距很近，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我们中国有一个啊最经典的战术叫诱敌深入，在这儿就不敢再诱了啊，只要一上岸就算深入了啊。怎么办？这怎么办？那谁知道怎么办？于是道光皇帝就指示直隶总督琦善啊，根据清宣宗皇帝实录记载，道光帝做了个什么指示呢？让琦善相机妥办，就是说你看着办吧。直隶总督琦善一路烽火从保定赶往天津，做梦都想不到啊，说广东的这个纷扰怎么闹到自己的辖区来，你说这冤不冤啊？当时天津啊就驻扎了1000名士兵，因为海防不是中国古代防守的重点，就1000名士兵，其中200名士兵啊还要看守监狱和仓库，当时中国没有警察呀，这个士兵他还要承担一部分警察的这个任务，看守监狱和仓库他没法调动，剩下800人分散驻扎，兵力大打折扣。说大炮倒是有几门，到底有几门这也记不清楚，反正大沽炮台肯定是有大炮，有一些，但是果出一物啊，100多天没打过一炮，说能不能打响现在谁都没把握。当务之急啊，琦善只是赶紧烧几锅开水，说千万给烧开了，然后把大炮彻底给我洗一遍啊。那么洗完之后至少它看起来比较亮堂啊，
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这岐善就是这么个准备状态，基本没有准备。他又接到了定海陷落的消息，就更不敢以卵击石了。于是他把那个道光皇帝的指示，不是叫相机妥办吗？他落实为只看不办。这期间，英国人测量航道，岐善视而不见。英国人上岸，啊，采买食物，岐善啊视而不见，但是你总视而不见也不是个办法呀。于是呢，岐善啊硬着头皮派人登上了英国的军舰，询问来意。那这还用问吗？说你们干什么来的？来打你来了，哎，别说，派去的人啊。收获不小，带回了一封英国宰相致中国宰相书。英国人不了解中国国情，他以为咱们中国跟英国一样还设宰相。其实中国从明朝以来，皇帝呢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兼政府首脑，大权小权一把抓。所以呢，岐善。把这封信啊转呈给道光皇帝御览。这个文件的汉语译文，现存在《道光朝筹办遗物始末》这部书里边。他说啊，中英两国通商啊，100多年了啊，两国关系呢一直都非常好啊。中国禁烟啊，这我们是知道的，但是，一直是一纸空文。说现在你们突然动了真格的，说你本来应该先告诉我一声，你告诉我不就不运了吗？我给运来就让你全给没收了，他这是讲歪理，啊！英国人接着说你们禁烟呐，你不找自己原因，你不惩办你们包庇贩毒的官吏，你反而你追究我们外国人的责任，说你们拘禁烟贩，你不能殃及商人呐。尤其不能拘禁英国政府的代表义律，啊，英国人受到了凌辱和损失，所以向中国提出5个要求。第一，赔偿货价，就是赔偿货物的价值，什么货物？就是货物，什么货物？货物，就是鸦片。英国人说不出口啊，就是鸦片。虎门销烟销的鸦片，他让他赔，但没直说赔偿货价。第二呢，他提到说中英官吏啊，今后平等往来。第三是跟中国索要一个岛屿，第四呢，向中国索还商欠，就是以前呢，粤海关欠他们的这个货物的钱。第五，赔偿军费，赔偿什么军费呢？就是这次军事行动的所有的开支啊，请道光皇帝给报销了。这个文件啊，颠倒黑白，强词夺理啊！但是，应该指出，翻译把这个文件啊，按照天朝上国的思路做了重新加工。翻译完之后，不仅语气和缓了，很多地方都没直译。啊，你比如说啊，把赔偿，英国人向中国索赔呀，提出赔偿，要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昭雪。平反昭雪那个昭雪，啊，把抗议翻译成了告明，把改正翻译成了申冤。再加上这文件里边啊，一再指责林则徐啊对他们的迫害，那么满脑子天朝上国意识的道光皇帝，顿时神气活现，指示岐善命令英国人原地待命，不准惹是生非，听候查办。道光皇帝对英军提出的无理要求十分恼火，但毫无国际知识的他满脑子充斥的是天朝上国意识，加之翻译的错误引导，所以道光皇帝完全错误地理解了英军的文件。随后，道光皇帝命令直隶总督岐善与英军谈判，尽快结束战争。那么，岐善会如何与英军谈判呢？战争的方向难道会发生出人意料的改变吗？
这个时候啊，英军提到了谈判的这么一个问题啊，邀请琦善来谈判。琦善赶紧问道光皇帝说：“我去不去谈？”道光说：“你批准你去谈判啊。”于是呢，琦善就跟他们谈判。琦善呢，这个时候是焦头烂额，他最大的一个愿望啊，是英国人赶紧走，啊，离开我这个辖区，爱到哪儿到哪儿，啊，为此已经不计后果了。他怎么跟英国人谈呢？他一会儿啊，建议英国人呢，赶紧上广州，说你只要到了广州，一切都好商量。那到这儿不好商量，那当然到这儿不好商量。只要到了广州，一切都好商量。一会儿呢，又顾左右而言他啊，大谈北方的这个风光名胜啊，说现在这到秋天了，这个风景非常好，别成天守在船上，出去逛逛，啊，那个这当个旅游啊，看一看。据说还给英国人讲了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啊，后来英国人真去了一下，开着船到山海关，当然没见到孟姜女，比较失望。但是英国人的目的啊，是考察中国海防，他也不是去旅游。那齐善这边忽悠英国人，那边呢开始忽悠道光帝。哎，他向道光皇帝啊来夸大英国人的实力，说英国人呢，这个船呢，他这个军舰啊，三层，啊，每一层有100门大炮，说是前所未见的利器啊。同时提出了一个建议，牺牲林则徐，唤起英国人退兵。穆彰安也随声附和，说现在啊，要是能牺牲林则徐，就把英国人这个问题给解决了的话，应该是一个很省钱啊、很简便的一个好办法。道光帝决定丢卒保车。啊，在1840年的8月下旬，他以世界万邦共主的口吻下发了一道谕旨。这道谕旨啊，现存于《筹办幽史谟》《道光朝》这部书里边。道光皇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大皇帝统御还营，渤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意，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鸦片，未能扬起大功致政之意，以致受人欺蒙，错之失当。之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办理，定能代身冤狱。该统帅义律等驻记反诏南还，听候办理可也。”这是道光皇帝的原话啊，大体意思就是说我们啊统御还营，但世界有多大他也不知道，反正有多大他都归他管啊。那么我们之所以能管辖全世界呢，在于我们，你看我们一视同仁吧啊。你现在提到说在广东受了委屈这个事儿吧，林则徐让人给骗了啊，处理的不大得体，这个事儿不用你说，我早知道啊，那我肯定能给你查办，你现在赶紧到广州去听候查办啊，听候查办。这道光皇帝明确表达了牺牲林则徐的立场啊，但是说的不仅义正辞严，而且完全是天朝对蜀国的口吻。正赶上这个时候啊，已经进入深秋了，阵阵北风拂过，意味着严冬的不远。英国人不想在这个季节里在北方作战，虽然跟齐善那个谈判啊毫无进展，但是呢，齐善已经承诺了无数遍，你只要到广州就一切都好商量。所以呢，英国人就在9月15日这一天啊，将舰队驶离了白河口，前往广州。道光皇帝得到英军南下的消息，十分高兴，自以为得计，于是决定实行妥协政策，息事宁人，
禁烟英雄两广总督林则徐则成为牺牲品和替罪羊，被道光皇帝罢黜，一年之后被流放新疆，后来被赦还，做过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1850年病逝，终年65岁。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和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受到后世的高度赞誉，名垂青史。而琦善由于在与英军谈判的过程中立下大功，道光帝决定任命琦善为两广总督，接替林则徐到广州继续处理后续事宜。那么接下来琦善到底会怎样处理这个复杂而棘手的烂摊子呢？鸦片战争会就此画上一个句号吗？1840年11月29日，琦善抵达广州，几天之后啊，接任两广总督一职。琦善呢，到了广州之后，马上派人到英船交涉，取回了英国人的全部条件啊，认真加以研究，不是要谈判吗？啊，你都有什么要求啊？那么他要研究。其实当时啊，中英两国的立场相距非常远，根本不存在谈判的基础。你看他能不能谈拢？英国人的开价是8个条件，哪8个条件？第一，啊，赔偿货价，啊；第二呢，惯例平等往来；第三呢，索要岛屿；第四呢，索还商欠；第五呢，啊，赔偿军费。这个时候又加了3条，凑成8条。哪3条呢？开放通商口岸，啊，派驻领事。最后一条呢，废除工行。英国人要把它给废了，直接跟中国人交易。一共是8个条件。道光爷能给他还个什么价呢？道光爷就2个价：第一，处分林则徐；第二，恢复中英通商。原来不是把英国贸易给停，他就这么2个价啊。实际上处分林则徐啊，那就是英国人一个借口，他根本不是英国人的目的，英国人根本不关心你是否处理林则徐啊。这样一来啊，这道光帝基本上是什么也没答应英国人，你说谈什么呀？他怎么可能谈呢？双方的要求天地之差啊，而且呢双方立场还都不可能轻易改变，所以义律和琦善的谈判这注定是徒劳无功。可是呢，你看徒劳无功那是肯定的，但当时双方又都煞有介事的，十分投入的忘我的工作者在谈判，这又是为什么呢？本来谈不成，怎么还谈得热火朝天呢？啊，原来啊，无论是北京还是伦敦都离广州很远，双方的代表都不能及时接到最高统治者的指令，同时双方还不但了解，所以呢就开始谈啊。附带指出啊，原来的侵华的这个英军的那个司令那个义律啊，啊，就是那个乔治义律啊，因病已经辞职了啊。那么英国在军事方面呢，由伯麦负责，对华谈判呢，则由那个原来那个商务监督啊，查理义律啊，出面代理一切。为了表示诚意，配合谈判的进行，琦善在军事上实行撤防，遣散林则徐招募的绥勇壮丁，横挡山的2道木牌铁链啊都被拔除了啊，撤防显示诚意嘛啊。那么当然了，裁撤绥勇这些事情啊，是在道光皇帝的指示之下呀，做的。道光帝乐观地估计了敌情，他认为啊，战争将很快结束，琦善肯定能把这个英国人给摆平。这个琦善名为钦差大臣，但道光皇帝并没有赋予他任何可以向英国人许诺的权利啊。他虽然身居远离北京的广州，也大体知道
道光皇帝让步的底线。所以当义律提出了这些全部的要求之后啊，琦善表示他只能就赔偿烟价这个问题啊请示皇帝，其余一概拒绝。后来在义律的压力之下，琦善又做了点让步啊。怎么让步呢？把这个烟价呀啊，原来打算赔给他三百万，这回加到600万元。那英国人比较满意。再一个呢，就是可以再开一个通商口岸，地点呢选在厦门。但是呢，这英国人到厦门去只能在船上交易，不许上岸。而且呢，开放厦门这一点，我只能代你向皇帝请示。啊，批不批还另当别论。你可见这谈判一开始啊，这个中英双方这个分歧巨大。在这种情况下呀，义律决定使用武力向琦善施加压力，来逼迫他做出更大的让步。在1841年的1月7日，英军突然袭击大角沙角炮台。大角沙角炮台啊，是虎门要塞的前哨，是虎门炮台群的信炮台，就是一旦出现敌情啊，负责发炮报警，防卫力量并不强，而且呢处的位置很远，跟其他炮台呢又没法呼应，是个孤立的位置啊。那么英国人在战术和技术上处于全面的优势。你在战术上啊，有海军正面炮击吸引炮台火力，陆军呢登陆从后方迂回，有野战炮兵掩护，打击清军的这个薄弱处。英军火力的精度和威力啊，是清军前所未见的。大角沙角炮台啊，顿时陷入火海之中。虽然拼死抵抗，但很快就陷落了。虎门炮台群的清军将士眼睁睁看着这两个炮台的失守啊，无计可施。尤其是看到一枚枚炮弹掠空而过，落地之后立即燃烧炸裂，惊天动地，感觉是前所未见的利器。琦善慌了手脚，不敢强硬了。那么他终于做出了更大的一个妥协，他以召会的形式通知义律啊，表示将就割地这个事儿啊向皇帝请示，并且开放广州的贸易。1月中旬，义律向琦善提出了割让香港的要求。那么1月20日，义律宣布已经跟琦善达成了割让香港的协议，并公布了条约的内容。这个条约啊，一共4条：第一，割让香港；第二，赔偿烟价600万元啊；第三，中英官吏啊平等往来；第四呢，就是开放广州贸易啊。这个所谓的条约，我们史学界曾经把它叫川比草约。1月20日，义律自己公布的，所以已经达成这个条约了。那么1月26日，英军就宣布依据这个条约占领香港，并且在香港啊到处贴告示，宣布啊琦善香港割给英国人了，从此香港居民为大英国国民。那么从此就开始了对香港长达156年的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充分地反映了侵略者的强横。英国侵略者正是看准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看准了道光皇帝与两广总督琦善的平庸与胆怯，因此敢在没有任何法理依据和文件依据的情况下，堂而皇之地占领东方之珠香港，开始了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在大清王朝的历史上，尚未出现过领土被割让的先例。那么当道光皇帝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会有怎样的反应呢？琦善在香港被占领这件事情上到底该负什么责任？他的最终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说说道光帝。英军南下，北京从威胁中解放出来，道光的立场啊，顿时转为强硬。在1840年底呀、他收到琦善的奏折，琦善告诉他呀，英国人跟他要这个鸦片烟，这个被焚毁的这个鸦片烟的这个赔偿。道光帝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大骂英国人贪得无厌，表示一分钱也不能赔，而且指示琦善呢做军事斗争的准备。那么，在1841年的1月6日，道光帝又接到了琦善的一个奏折。这个时候啊，琦善就提到了，他已经打算向英国人赔这个鸦片烟这个价格了，而且呢，还打算开放厦门。道光帝大怒啊，那么指示啊，直接就跟英国人开战。那么他下令终止中英谈判，决定调兵遣将，下发了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谕旨，而且命令沿海守将啊，如果英军再逼近沿海的任何一个城市，立即开放枪炮，痛加轰击啊。那么等到1月27日，他接到了琦善的关于英军攻陷大角沙角炮台的这个消息之后啊，他决定对英国宣战。道光帝决定对英宣战的同一天，就把琦善交部严加一处，把他那个把琦善这个事情啊，那个交到这个督察院呐、吏部啊，给他做个处分。2月16号的时候啊，又因为琦善替英国人呐、恳请割让香港。就是因为他恳请割让香港，所以道光帝啊决定把琦善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也该着的琦善倒霉。道光帝刚决定啊把他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军机大臣就递上来一份奏折，说刚收到的啊，特快专递广州来的琦善奏折。道光帝打开一看，这奏折写啥呢？道光帝不是指示他做军事斗争的准备吗？琦善告诉道光帝啊，说广州那个地方啊，地势无险可守啊，这个装备也不行，士兵也没有士气，老百姓跟咱们军队关系也不好，所以要跟英国人打呀、我是一点把握都没有。道光帝大怒，说这个琦善呢、说甘心受这个义律的戏耍侮辱，无能到了极点，必将遗臭万年。他把这一顿骂琦善的话发到全国去了，所以这广东官员一看到这个道光皇帝是这么骂琦善的，所以广东官员立即表态啊，坚决拥护皇上，然后开始揭发琦善。琦善遭遇了铺天盖地般的抨击，这当然不乏墙倒众人推的因素，但是琦善呢，确实跟广东官员的关系处得很不好啊。他独断专行，跟英国人交涉呀，从来不跟广东其他官员商量，连圣旨都不往下传达啊。广东巡抚给了他致命一击，向皇帝揭发他诗歌香港。2月26日。这份奏折摆到了道光皇帝的案头，道光帝阅后大怒，骂琦善孤恩负国，丧尽天良。当时的国家是皇帝的，你敢把皇帝的国土割让给外国吗？那该当何罪？所以下令把琦善呢革职拿问，索拿押解来京，严加讯问，所有家产查抄没管。琦善后来被定了斩监候，那今天话说叫死刑缓期执行啊。穆彰阿从中一再斡旋，又授意很多满族官员啊向皇帝说情啊，那么最后免于一死。1843年，时过境迁，道光帝派他做驻藏大臣，后来又做四川总督等职，还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那么
1854年死在军中。琦善是清政府中投降派主要的成员之一，而且是霸占沿河的始作俑者，也是清政府对外向政策的第一个执行者。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琦善将林则徐原来设置的一切防御设备完全拆除，将招募的兵丁全部解散，执行的是一条出卖国家主权的妥协退让政策，因而他对清政府在鸦片战争惨败的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琦善在鸦片战争中充当的这种极不光彩的投降角色为后人所不齿，不过完全将思歌香港的罪名戴在琦善头上也未免过于武断，因为后来的研究表明，琦善在当时确实并没有与英国人达成任何割让香港的条约和协议，况且琦善的一举一动都是按照道光帝的旨意做出来的，因此他实际上成了道光帝丧权辱国的替罪羊。琦善作为继林则徐之后的第二个钦差大臣呢、他来到广州几个月之后披枷带锁被押往北京，下场比林则徐还惨。其实啊，当时不难查清所谓诗歌香港的问题，但是道光君臣众口一词，既有受义律蛊惑的因素，也不乏想象的成分，更重要的是要拿琦善做道光帝丧权辱国的替罪羊。更何况你琦善夸大英军实力，诬陷林则徐，是吧？要挟道光帝向英国人妥协，已经给自己种下了苦果。所以尽管今天我们证明他没有割香港，大家依然对他没什么好感。道光帝决定讨伐英军，大干一场，一时广州前线旌旗如名将荟萃，声威大振，而结果将如何呢？请看下集，谢谢。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英国军队的屡屡进犯，道光皇帝终于痛下决心对英宣战。战争打响，广州成为火光冲天的战场。那么在清军与英军的多次交锋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令人痛心疾首的故事呢？广州合约签订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幕？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道光鸦片战争之广州之战，敬请关注。